称一下吧，这里多少钱？30。你称都不称，你告诉我30？老板，我干水管这么多年，只要经过我手一贴的水管，我就知道它几斤几两。这么厉害吗？你还是不称一下吧。行。啊，老板，一共1136。啊，还多了6块钱啊。那你这样，你帮我看看这个多少钱？这个50。哎呀，称一下，称一下。称一下呀。这个一共是4斤，59。啊。哎，挺厉害呀！那你这样，你这个你帮我垫一下吧，帮我垫一下。垫一下是吧？你确定不能改了是吧？啊，不改了，垫一下。这个200。啊，马建林挺不容易的啊。哎，现在做生意真不容易啊。我是说你演戏真不容易。啊？你真当我傻呀？啊？刚才呢，第一招给我用了一个稀里糊涂垫手机，看我没有上招，又给我用第二招再次给我垫手，我索性就给你来一个将计就计。沈老板，我是这样子的。不是这样子的，那看看炸。哎，我这都给你记录下来了，有证据。不是老板，你就放过我吧，行吧，我做生意也不容易啊。哎呀，想让我放过你呢也行，那要看看你接下来怎么垫了。有人。15。不准。10块。还是有点不准。5块。再垫垫那个。15。再垫。10块。5块行吧。行，垫的挺准啊。那个字。5块行吧。什么态度？来着。哎呀，行，一共五块。行，垫的挺准啊，马经理。我给你扫码啊，下次我还来光顾你生意啊。哎，走了啊。老板，你慢走哈。哎。这烟你们谁抽的？不是老板，那么多人了，你怎么就看我呢？不是干啥？你摸啥？掏出来！不是这，就这是你。这烟是过年我爸给你的吧？是。我说没说过，在公司里面抽烟，一人罚200。啊？还有，以后谁再让我发现你们让小东抽烟，一人罚1000啊！不是老板，这有点过分了。不是老板。这会儿应该发现不了了吧？哎，拿过来！不是干啥，老板？我刚说完不让抽烟，你又抽是吧？看有没有了？不是，没有了。看看，哎呀，没有了。老板，不是这个男厕所，你看啥？办公室，快点！我尴尬。你怎么回事？不让你抽烟，不是单纯为了你的身体好。也为我们以后好呀。啊，还有这回事吗？哎呀，反正你戒烟就知道了。啊，行，那你让我戒了也可以，那你总得给我点鼓励吧。什么鼓励啊？你给我发一张别人都没看过的照片。行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拿个东西。啊，好。哎呀，俗话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啊，还好我有备用啊。你干嘛呢？不是老板，我烟都没了。就你那点小伎俩，我能不知道？全给你扔了。不是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哎呀，这活了。不是干嘛？我要吃拿去。不是，是，我不要吃的，我要抽烟。就喜欢抽烟是吧？对。给。哎，给我的。哎呀，老板，哎，你对我好啊。今天不把这些烟抽完，就不许下班。抽吧。快迟到，吃什么意思呀？你迟到呀？玩挺花呀？我喝没喝你没说过，不要像我一样天天迟到，知不知道？啊？还给我过去站！带头迟到还在这嘚嘚啊？每人去财务交罚款啊！别了吧，老板。都不想交罚款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好，那我问你们问题啊，回答对了就不用交了。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去。说3遍牛奶。牛奶。3遍豆奶。豆奶。你爱喝什么？豆奶啊。来，就这姿势。走，一头猪和一只老虎在山洞里过夜，第二天老虎死了，为什么？那不是猪啊，老板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猪也是这么想的。什么老鼠2条腿走路？你要什么？什么鸭子2条腿走路？唐老鸭。所有鸭子是2条腿走路。你切。
说三个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。啊，灰姑娘里有。哎呦呦，七个，七个小人，七个。灰姑娘里没有小人，八块一千。不是老板，我账户那么多呢。那你都学会抢答了，你？你是领导，快点的。去上班去。哎，老板，我。你怎么也迟到了？不是，你都问他们，这会儿我问你。问吧。红豆可以做成红豆泥，土豆可以做成土豆泥，那你可以做成什么泥呢？我人泥。不对，是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开始心动，彼此温柔。哎哎，迟到迟到。哎呦，迟到了什么？不是老板，那，哎，老板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在抓迟到呀。抓迟到？最近大家天天上班迟到，成何体统呀？都不遵守规章制度了是吧？我今天就站在这儿，谁迟到我罚谁200。不是老板，200是不是有点多了？有点多，多什么多啊？不是，那我可刚才看你也迟到了啊。你站在这儿，咱俩一起吧。啊，那好吧。走、抓着一个，来吧，怎么迟到了？老板，我今天早上我家狗掉到下水道去了，我为了救它就迟到了。哎，老板，你经理好可怜，要不然别发他钱了吧？是吗？你家是什么狗呀？哎，我家是柴犬。柴犬呀？那你看一下这里面哪一只是柴犬？这只。去财务下狗调罚款，真是狐狸！哎，又抓俩啊！你俩怎么回事？啊，那什么，老板，刚才我俩骑自行车爆胎了。对，爆胎了啊！你俩骑辆自行车来的？对。啊，你俩谁带的谁呀？我带的。哪个轮爆了？左胎。左胎，你家自行车等着骑啊！交罚款去吧，快！今天挣多少钱？明天咱俩还改了啊！刘可又穿这个衣服回来，我都给他扔了。嗨，怎么小东？哎，来了老板。哟，今天穿的这么哇塞呢？今天嘴怎么这么甜呢？咋了？你看啥呢？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有，老板 ，I love you。少给我在花言巧语的。怎么了？我这个副驾拉过哪个女人了？啊？坐给我调这么靠前，是个小短腿是吧？你还是个小胖子。老板，别乱说，哪有什么小胖子坐过你的副驾呀？而且我看这腿也不短呀。我说腿短就腿短。哎呀妈，这个香水味儿好劣质啊！哪有？我闻着挺好闻的。谁的头发？啊？这看起来。邋里邋遢的，哎呦我丢人！哎呦我天哪，这个味儿啊，一看就不爱干净，不爱洗澡。我闻闻，你还闻闻？不，好啊，你这个狗男女，你们！哎，老板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我就骂你了，说吧，到底是哪个小狐狸，哪个短腿的小狐狸？老板，你看后面。我看后面怎么？是我。不是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吱声啊！来，你给我下来了。不是，我没说你吗？我没说你，小东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没有。干嘛你？没有。你看我回怎么收拾你？阿姨，你收拾他。